其實過往的三四年其實過往的三四年是往往受到傷患的困擾，咁啊喺舊年開始打翻出一個好高嘅水準嘅，咁啊見到咧就暫時啊中國女排咪出嚟嘅時間咧好多波咧升得係較為平啊，就唔再咧係打啲高調球嘅。迪拉克老師。 咁成隊多明尼加咧，佢就係得分嘅四個位主力嚟嘅。嗱，呢個波咧好球嚟嘅，個波咧就好似出界，但由於咧迪拉克老師咧利用身體嘅重量咧砸落個波嗰度啊，咁變咗最後呢個波咧係向下咧就係撳咗落去，4-3，多明尼加領先。咁啊，多明尼加咧就世界排名當然咧冇中國隊咁高啦。多明尼加共和國排13，咁啊中國隊咧世界排名咧就係第5嘅。 北京奧運大家都知啦，係攞咗面嘅銅牌啊！當時喺季軍爭奪戰咧擊敗古巴嘅王一梅，咪廿一歲，今年咧就已經係開始踏入成熟嘅時期啦，應該開波咧就係踩界嘅，冇錯啦。嗱，王一梅發球咧係踩界失誤啊！咁啊，王一梅個球球式開波咧喺舊年大獎賽嘅第一個禮拜咧就失誤好多嘅，咁啊其後咧開始好有威力。 一個係正手嘅高飄球，失誤5-5。其實呢一班新嘅中國女排咧，都係以陳忠和啊，就係舊年嘅正選班底為主嘅。譬如快攻咧就係馬韻文同埋薛明啦，有王一梅啦、魏秋月啦、李娟啦。因為佢唔想咧就係變動太大啊。其實咧就中國女排咧，從呢個國家青年隊咧提拔咗好多球員上嚟嘅，咁啊陸陸續續咧會滲入去呢個主力陣容啦。 好啦，見到17號嘅咧就係馬布，咪23歲，身高只係1.80米，打大錘啊，較為矮嘅，6尺都未到啊。上網唔錯嘅就係張閒啦，咁一個咧就係貝菲，就是、馬韻文嚟嘅，好嘢。咁衫號嘅伊芙，咁啊伊芙咧舊年喺多米尼加共和國咧都係打後備嘅，哇！你睇下爭一年咋，成班球員咧兩邊都係個個高大咗成熟咗啦。嗱，魏秋月。 17號嘅馬布，7-5，多明尼加領先2分。一個靚嘅上網，後排進攻，王一梅，安珍尼基俾到迪拉克老師，亦都係後排進攻嘅。咁啊，呢兩個嘅後排進攻比較咧，迪拉克老師起跳咧就比較輕盈啊。咁啊，擊球點咧較為高嘅。嗱，我再睇下迪拉克老師啦，係喺3米線後邊起跳，然之後跳入去咧攻擊區裏邊。 好啊，魏秋月，咪兩次進出咧就國家隊嘅。舊年開始咧擔任呢個正選，靚波一個延遲嘅進攻。嗱，我哋見到華家斯跳起之後咧，中國手咧係浪高，佢唔落手字，直接到個波路飛行咧係遠少少，而中國女排嘅攔網跌咗落去，佢先至打落去嘅。哇！呢隊多明尼加真係幾勁喎，今年嚇。咪好就中國女排咧，亦都係打得好好啊！ 嗱，我哋見到馬韻文今次又係一個自我掩護，打個前邊嘅近身快攻啦，亦都所謂 A 式嘅快攻啦。嗱，佢可以打 A 啦。大家見到個射線係低嘅，以往咧大概係離網頂過半波位至到兩個波位打快攻嘅，但係而家咧係一個波位到嘅啫。咦，呢邊亦都一個靚嘅快攻。咁啊，16號咧就係洛迪古斯啊。咁啊，蔡斌教練咁佢喺新中國女排咧有8個字去形容啊。 佢話要求咧就係快速多變同埋立體進攻，講係容易，但係做唔做得到咧就要時間嘅磨練啊！嗱，我哋睇到多明尼加共和國嘅發球都進步好多。第一，佢係追住中國女排嘅4個位嚟開，又或者咧開落咧中國隊嘅3米線嘅換人，咪見到咧就12號嘅 Yin Na 咁啊入契咧就係呢一個嘅坐金靈嘅。咁Yin Na本身咧就嚟自天津嘅。 咁佢本身喺隊伍裏面可以打大除，可以打接應二傳嘅。好啦，蓋4個位過渡性，再嚟安珍妮基俾翻迪拉克老師攔到網，好嘢！咁啊見到咧就係雙人攔網成功嘅，就是、Yin Na，咁啊搭住咧就係馬韻文啊。嗱，我再睇下咁啊Yin Na。 咁啊，搭住咧中間嘅籃網球員啦。嗱，Yin Na咧對我嚟講就比較新面口，但如果有睇開就中國全國甲組聯賽咧，對佢就好熟悉噶啦。
一个轻扣，飞身救到，咁啊修正下手，再嚟魏秋月俾翻李娟，就战术冇人法拉得开，因为咧就嗰个上网唔靓啊，所以变成咧只能一独孤一味咧俾四号位。其实照正佢可以一个后托咧系俾十号嘅黄一梅试一试嘅，但可能咧以稳阵为主又唔敢咧就后托14-10。 哇！呢个波一抛呢个时候有啲向前飙啊，叉烧波啦！正正因为上网咧系曳啊，咁啊俾十六嘅落迪古斯咧就喺网上轻易食个叉烧波，节奏啊比我哋原定嘅目标咧系慢半拍啊，因为咧佢哋心中我女排嘅目标就要快啊，就算系长波好近身好，都希望比传统嘅节奏咧快少少，等对方嘅拦网部署唔到，好啦。 15-10，张娴上网靓，魏秋月一个近身快攻，好嘢！上到网咧就由薛明咧就打到。哇！呢边咧见到多名嚟嘅教练咧就系马高斯，佢都好紧张噶。嗱，呢个波我哋见到嗱个射线系比较低噶吓，变咗一上咧，薛明就可以冚落去啦。啊，好开心啊！呢个波佢好啦，黄一梅头先开波咧就踩界，希望咧唔好出现呢个失误啦。冇错，佢特登离开少少啊。 叉烧波，哎呀！呢个波真系危险啊，因为呢个叉烧波唔易食嘅，系铁网过嚟嘅，一个咧就有难度嘅叉烧波，咁啊好在咧佢唔贪功啊，轻轻劈个波嘅水平面咧打去对方嘅后排，如果攞得直咧分分钟落网嘅。12-15，黄一梅开个稳阵嘅扣球式，卡斯迪路上网到位嘅一个后排进攻，靓波！ 嗱，大家以往几年咧，相信未见过黄一梅咧系打呢一种接应而传嘅后排波。嗱，呢一个咧就类似巴西队咧就是、舒尔拿嗰个打法啦，就喺一号位咧就偷袭打一个短嘅后排进攻嘅。13-15，黄一梅真系转型成功，成个人瘦咗，轻盈咗，灵活咗。嗱，三个发球都稳阵啦，呢一排难倒食咗波饼，安全过网啦，上网，哎呀，慢一半步啊！ 轻轻放，有啦叉烧。咁啊，呢个波咧，其实主要就因为多明尼加共和国咧，佢接嗰个杀波咧，仲想上网啊，形成咧就一个失误啊，咪俾中国队咧一个叉烧波。哇，连攞几分、啊，头先嗰个球队暂停掂、啊。14-15，黄一梅，哇，连续四个开波咧都系以稳健为主。 好啦，拿到网嘅，张娴单手顶起，俾翻李娟，转直线，迪拉格鲁斯补得靓啊！迪拉格鲁斯，好啦，上网，魏秋月，中间转线杀波嘅就系薛明啊！咁啊，大家又话，咦？点解睇唔到号码？大家都会认到佢咧，因为佢哋每个人打波嘅风格啊、起跳嘅形状都唔同嘅。薛明同马韵文埋嗰下波嘅动作系完全唔同嘅。15-15，已经追到咧吓，一模一样嘅分数啦！哇，黄一梅连开几个波咧稳阵，救得靓，再修正睇系恩娜救到嘅，自己再救打唔到啦。咁啊，多明尼加共和国攞到呢一分，大家留意咧呢队中国女排有个十二号嘅恩娜啦，佢身形唔高嘅，喺集训嘅半途咧，塞宾教练先至叫精召入队嘅，其实佢系塞宾教练嘅外将嚟噶。 16-15，好啦，俾到系魏秋月一个后托，亦都系薛明自己咧就用篮球嘅术语，亦都系排球常用啊，叫大波上篮，自己上完网之后咧，跟住上去咧做一个背后嘅近身快攻嘅。咁啊，呢个形容词咧都几贴切下嘅。好啦，16-15，薛明一个系横飞球啊，哎，好嘢，安珍妮都托得唔错，但系拦网五号嘅马韵文时间啱啱好啊。 佢完全咧系捉住对方咧快攻球员嘅节奏嚟起跳嘅，亦都系同一次咧系追人，即系所谓钉人嘅战术啦。啊，打排球都有钉人嘅，就系追住对方个人嗰个走动嘅路线啊，就唔跟个波嘅马步。哎呀，有误会啊！咁啊，17号嘅马步咧，同埋后排嘅队友咧，就你让我，我让你。嗱，中国女排已经系反超前2分啦。 18-16，咁啊逼到咧多明尼加共和国咧系叫咗佢嘅球队暂停嘅。
咁啊，呢个系第一局嘅赛事啊。咁啊，继续咧系2009年嘅中国国际女排精英赛啊。咁啊，喺河南省嘅女河体育中心举行嘅。咁啊，中国女排咧系对住多米尼加共和国嘅。咁啊，第一局领先紧19-16嘅。咁啊，其实咧就曾经落后过有系四分波嘅，11-15咧就俾对方噶。哇！用上手咧就系上网，安珍尼基一个后托。哇！呢个波打落去嘅力量好重啊，救到，小心唔好撞到广告牌。过到网就点啦？哎呀，争啲力啊！因為頭先埋到去咧，就個二傳救波咧，驚撞到個廣告牌啊，影響咗佢嗰個力量啊！好啦，呢邊咧就係多米尼加共和國要求咧就係換人嘅。咁啊，11號嘅咧就係即奧斯拿洛迪古斯嚇。咁啊，入替咧就12個安珍尼基嘅。咁啊，應該咧就係一個後備嘅托球手都未頂啊！嗱，果然見到啦，11號嘅即奧斯拿洛迪古斯，我入替咗咧就安珍尼基噶啦。咁啊，7號嘅馬迪咧，亦都係入替咗後排開波，係一個錯對嘅換人防守，換人嚟噶，收正波，好嘢。咁啊，3號嘅伊芙咧，真係打起上嚟係成熟咗。點解咧？因為頭先一跳起之後，咁啊，如果舊年咧佢就即係好急嘅情況之下出手嘅，但係而家佢跳定咗，停一停喺空中先落手。咁啊，19歲嘅馬迪。睇個開波犀唔犀利先，小跳式一個平飛球，上網唔到位啊！李娟安全嘅打擊，俾翻咧就係伊芙，張閒上網亦都唔到位，係秋月一個後托，黃一梅，咁啊呢下嘅立體進攻咧，2-1立體進攻，咁啊黃一梅咧就打出界啦，因為呢啲偷襲式嘅2.5咧唔容易打嘅，一定要同魏秋月之間咧係好有合拍。因為差唔多個波一托起咧，佢就升起去打落去噶啦，冇時間要調整。咦，多米尼加共和國呢個換人成功喎，連追2分，19-守。哎呀，呢個波咧有啲咁多嚇，即係唔過網嘅嫌疑嘅，但係裁判話冇事，應該籃網球員掂到。李娟、迪拉格魯斯補位靚。咁啊呢下波咧就吹咗佢係後排過網進攻為例啊。因為咧佢後排咧就係升波，但係多明尼加咧就投訴，佢話呢個後排插上咧，佢打波嘅位置係未高於個網帶嘅，咁啊所以理論上佢係可以頂過去嘅，咁但係呢個咧就要睇嗰個角度啦，因為裁判覺得你後排插上頂過就唔得噶啦。咁啊11號嘅咧就係即奧拿斯拿洛古斯，咁啊原來咧佢係打呢個攻擊手嘅位置㗎嚇。哎呀，呢個波唔夠高啊！有啲亂啦，2號位攔到，哇！我哋見到多米尼加共和國咧，差唔多6個球員咧埋曬去補位，哎呀，一個好低層次嘅失誤啊！咁啊，中國隊咧張閒竟然咧以為前面個隊友攞，就冇發力去避啊，佢以為李娟攞啊。嗱，好啦，咁啊呢邊咧就再換人，咁啊19號嘅賓拿安娜咧就係入替咗咧3號嘅伊芙嘅。嗱，呢啲咧應該就係獨特嘅發球球員啦，同埋守後排嘅。咁啊，除咗 Libero 之外咧，其實每支球隊仲有一個到兩個咧，專係負責喺後排咧守波或者開波嘅。上網靚啊，但係呢個波咧唔夠高啊。咁啊，裁判示意咧就係籃網球員觸手出界嘅。咁啊，呢一邊咧，迪拉格魯斯啊，當然猛望嗰個第二裁判咧，佢覺得自己係冇觸手嘅，但係通常咧係有觸手嘅波個射線先會改變得咁大。嗱呢下波咧，其實上網唔靚嘅，咁啊好在咧就後備托球手7號嘅馬迪啦，佢識得用嘅右腳咧撐住條中線前邊，將個重心頂翻上去，然之後夾硬咧升到呢個波。1號嘅華加斯。啊！而家都幾流行喺5號嘅角位嗰度開個斜線喎。一個咧就係快攻，咁啊12號嘅咧就係呢個恩娜。嗱，睇下呢個波點打法先。嗱，快攻染一個咧就係最近嘅就係平拉波啊。恩娜嘅身形係唔高嘅，大家如果將佢同其他嘅馬韻文啊、
或者李娟佢哋比咧，佢明顯矮咗少少，但係勝在手感咧靈活。迪拉克老師攔到，咁啊馬韻文喺後邊做個救波嘅，收正四號位強攻，咁啊出界啦，分數咧就係22-22嘅。咁啊五局三勝制，當然能夠攞到第一局啦，對個士氣幫助好大啦。咁尤其就而家睇咧，兩隊嘅球隊嘅近況實力咧，暫時啊～真係五五波嘅，各有特色。咁變成邊個攞第一局咧就好重要，就唔似得今日較早前咧，古巴對土耳其嗰場咧，古巴嘅實力高好多，輸第一局仍然有機會係追得翻嘅。連續兩個扣球失誤啊！嗱，點解咧？因為黃一梅已經轉咗打接應二傳啦，要佢喺翻四號位打強攻咧，其實佢係唔慣嘅。嗱，呢個換人好啦，我哋見到咧就用九號嘅趙燕妮咧。咁佢本身入替咧就黃一梅啊，因為要趙燕妮咧，佢本身應該係一個主攻球員，係慣打四個位嘅。咁啊，剛才我哋見到中國隊連續兩個四個位嘅強攻失誤咧，就感覺上唔係因為黃一梅個近況差而打失，而係因為佢係一個轉型嘅情況之下，佢去翻四個位強攻咧就冇以往咁強。嗱，咁啊，蔡斌教練咧就話佢哋呢班中國女排太緊張啊，咁啊影響到佢啲肌肉咧，即係有啲崩緊啊，咁啊所以咧走起上嚟硬係覺得慢咗啲，佢話叫佢哋要放鬆。嗱，後邊咧就係楚金玲，本嚟係大徐啊，咁啊而家咧就換咗出去嘅。嗱，咁啊右角咧就有個十二號嘅欣娜，咁啊中間七號嘅就張閒，咁啊一號嘅李娟咧就喺五號位。三個人咧就係上網，如果企位稍微散開咗啲喎，哎呀，張閒上唔到啊！欣娜修正，咁啊四位嘅趙燕妮打個位係穩陣波，佢只要唔好失先，再修正迪拉克老師個飛臂做唔到啊，俾快波冇錯啦，快波轉先，好嘢，卡斯迪路一個咧後滾翻添啊！再嚟有機會上個靚網，靚網，其實呢個波咧好大機會一定係升快波或者後面嘅 2.5 噶啦，因為四號位咧就係啱啱入嚟嘅趙燕妮未必敢懟過去嘅。而回覆咧就係正選嘅陣式啦，咁啊主力托球手，咁啊十二個安珍尼基咧入翻嚟嘅，咁啊替翻咧就係十一號嘅攻擊手啊，就係呢個即奧斯拿嘅。23平手。嗱呢個咦可能走出去五號位後面喎，係啊喺左場喎，嗱欣娜。左場開波，開一個係高飛球，上網上唔到，一個後托俾翻迪拉克老師，啊果然捉到路啊！可能咧佢哋知道，如果對方上網唔靚咧，一定係托俾迪拉克老師，唔會托去話四號位嘅，係揾人嚟托嘅，所以薛明一早就報住呢個十八號啊！好嘢好嘢，24-23，開球啊！呢個波有變化，轉腕咧就劈一個直線嘅，仲可以。冇錯啦，要過網嘅，因為係三下嚟噶啦。再俾阿迪拉克老師，好嘢，打一個超手，唔用力打手頂。咁啊，呢一分咧，亦都要讚當明而家共和國嘅主攻手迪拉克老師處理得好啊。哦，咁啊，主攻手三號嘅衣服咧就入翻嚟。咁啊，因為迪拉克老師要開波，咁啊，每一局咧可以用六個人次嘅換人嘅。咁而家差唔多東寧一個共和國都用盡噶啦。啊！佢諗一諗，佢係扣球式開波嘅，24平手，嗱冇乜特別嘅力量加落去啊！快攻抹個波落去，咪一抹嘅時間咧係抹到喺長區內邊嘅，所以對方嘅托球手安珍尼基咧唔敢唔攞啊！但係一攞呢個波已經係飛行咗半個波位，變成咧打咧就係捉到波底出界。25-24，咁而家打緊刁時，邊個咧領先兩分就贏？哇！九號嘅我哋見到趙燕離開個咁重要嘅波啊，佢唔換翻黃一梅入嚟喎。一個咧就後排進攻，應該係後排進攻踩線為例，冇錯啦。一個比較低層次嘅緊張性失誤啊！哇，頭先中國隊咧唔及時將黃一梅換翻入嚟，俾趙燕妮開波，好在佢開個穩陣波嘅啫。咁啊，結果咧第一局咧演嘅，咁啊中國隊咧係對住多明尼加共和國，咁啊第一局咧就中國隊咧就險勝26-24，咁而家係第二局嘅開局嘅，咁啊分數咧就係1-1。咁啊，我哋頭先見到咧，就中國女排咧，咁啊喺呢個嘅美局啊，係將黃一梅咧就係換走咗嘅。
咁而用呢一個九號嘅趙燕妮咧，就係替佢。咁啊，過渡性打個四號位。咁啊，趙燕妮咧，如果換黃一梅嘅話咧，就應該本身都係一個接應二傳嘅球員啦。嗱，一個咧就係高飛球。咁啊，主裁判咧都望一望，究竟發生咩事先？ 咁啊，第二裁判咧就話：當明尼加嘅球員墊網。咁啊，安珍尼基就埋去話自己冇墊到。嗱，睇下咩情況之下墊網先。嗱，張網咧就喐得好犀利嘅，暫時未睇到係邊一個墊網。咁啊，喺排球比賽咧亦都冇話錄影重播啦，亦都冇好似網球咁有挑戰嘅機會。睇一睇啦。 啊，好明顯係佢墊網啦！安珍妮基跳完之後，佢自己都唔覺個背脊咧擦到張網，個頭髮咧就翹到個網帶啊！哇，一個重扣好勁啊！呢下殺波咧應該就三號嘅衣服啊！嗱，呢一隊嘅多明尼加共和國咧，如果比起佢最全盛時期咧，當然就係仲爭啲。 因為佢哋全盛時期咧，零六年曾經喺中美同加勒比海嘅運動會咧係贏過古巴3-0，係攞冠軍嘅。零六年嗰班人好犀利嘅，譬如卡布拿咁喺度。咁但係呢一班咧，比起舊年嗰班咧，就已經係開始老嘅球員咧，就係優勝嘅。所以永遠都係㗎，喺球場上邊咧，要有新一批去接任啊。3-3，一個後托，靚波。 啊，打得唔錯喎！嗱，見到咧就係九號嘅趙燕妮啊，咁啊代替翻黃一梅咧打呢個主力嘅接應二傳嘅。咁啊，蔡斌教練講過喺佢嘅隊伍裏邊咧就冇所謂咧係正選嘅陣容，佢只有一個叫先發陣容。咁有咩唔同咧？就每局咧睇呢個情況而安排邊個先上嘅。一號嘅李娟。 一個咧就輕扣轉直線。再睇呢個波啊，咁啊用下手升波嘅就張閒啊。嗱，張閒呢個 libero 咧就今年23歲，咁啊身高咪67㗎。咁啊曾經咧就喺舊年嘅瑞士女排精英賽咧為中國隊攞冠軍。咁啊舊年俄羅斯同瑞士張閒都有去打呢個 libero 嘅，經驗咧絕對豐富。呢個波籃網球員掂到，去咗自己嘅左後場角。 嗰個波嘅速度實在太快啊，彈得，所以張閒咧追唔到，4-5。好啦，見到咧就係佢哋17號嘅馬步啊，好嘢。咁啊，呢個波其實高度咧係唔夠嘅。 咁啊！但係薛明咧就一定要適合去打呢啲波啊，因為而家中國隊咧希望將所有嘅托球高度咧比以往咧係矮少少，落手要快啲嘅。咁啊，托出嚟個波咧符合教練嘅要求，但係球員未適應。哇！一個飛球啊，咁啊馬步咧應該喺一個後排進攻嚟嘅，咁佢都係接應嘅二傳球員啊。嗱，我哋見到17號嘅馬步嗱。 点解见佢咧扑咗入去成个咧，好似一个人扑水咁咧？因为佢喺后排嘅3米线嗰度起跳嘅，扑到咁入咧，自然个重心咧系趴前咗。衣服，哇！一个高飞曲坠，但系坠唔到啊，系飘出界。咁啊，而家国家队里边咧有2个新面孔啊，有9号嘅接应二传赵燕妮啦，咁啊代替咗黄一梅啦。咁啊，仲有咧就系12号嘅欣娜嘅李娟嘅发球。 好嘢，仲可以繼續㗎，冇錯啦。嗱，呢個係完全合法㗎嚇，唉，可惜。咁啊，多明尼加共和國咧，嗰個三傳過網咧太大意啦。其實個隊友捐個網。咁啊，張閒嘅腳步咧係比較靈活啦，甚至陳中和教練都評價話佢嘅防守能力咧同張拿前 libero 相比都唔遜色嘅。所以前年咧張拿受傷就由張閒去代替佢打 libero 嘅。 咁啱殺波嘅咧就見到16號嘅洛迪古斯啊，咁啊12個安珍尼基係托球手，嗱呢個托波好靚啊，完全係扼曬咧係對面噶啦，炸低托前，突然間咧個腰向後一仰嘅托後波，6-8，洛迪古斯上網唔錯啊，呢個波好靚啊，嗱呢啲上網咧就合乎蔡斌教練嘅要求啦。
平直准，直情去到托球手个手型嘅位置上面，基本上都唔使走嘅，俾个波你去升。哇，真系唔错喎吓！嗱，马韵文咧同阿欣娜喺度系持住阵啊，魏秋月转咗着十一号球衣噶啦，想话加力，但系个波咧系食唔应啊。咁啊，要开波产生飘忽性咧，一定系要突然间加力嘅。咁但系咧就唔系咁容易食正个波嘅中心点穿过去嘅。嗱，呢个就系张娴啦 ，Libero 代替咗咧就张娜嘅位置噶啦，七比九，魏秋月一个后托。咁啊，有少少唔集中啊，因为佢以为咧魏秋月会升过咧就系近身嘅快波。所以咧，十二號嘅欣娜咧冇集中精神咧，打好呢個二號位嘅平拉波嘅八比九，安真尼基。嗱，你見佢個身形比舊年亦都明顯係成熟咗啦。單手救翻過嚟，修正，安全過網，上網都幾好，唔錯呢個位置，一個虛攻。咁啊，殺波應該咧就係呢個欣娜嚟嘅，網上嘅爭奪輸蝕啦。如果咁睇咧。中國隊新嘅球員十秒嘅恩拿咧，就喺呢個彈跳力方面同埋個身形咧係吃虧咗，但係佢打波嘅智慧咧就幾好。嗱，見到十秒嘅恩拿啊，九比九，上網唔靚，好啦，要安全過網啦。咁啊，九號嘅咧就係趙燕妮啊，呢個波接應二傳球員喺四號位竟然打得咁好。其實佢一個作用咧，同黃一梅一樣嘅，打接應二傳，但係過渡性要喺四個位咧硬冚落去嘅。啱啱出嚟打穩陣波，呢下咧夠膽發力啦。十比九，馬偉文嘅發球，安真尼基，迪拉格老師，有運啊，黐住個網帶過趙燕妮，魏秋月，再俾翻趙燕妮一個虛攻，搞掂。嗱，呢個虛攻咧係好難做嘅，係望前一手咧九十度咧叉過去嘅。咁啊，仲有五隻手指一定要伸得好直嗱，我哋睇下佢假伸就望斜線，五隻手指波底咧係叉過去嘅。咁啊，如果大家咧睇沙排咧，係冇呢啲技術嘅，因為沙排唔準用呢一種技術。十比九，安真尼基。咦嗱，我哋見到呢下咧就應該係恩拿落手快啦。如果佢慢嘅話咧，就會俾對方咧係做個攔網成功嘅。咁啊，我哋見到。十一號嘅即奧斯拿咧就入替翻咧就係三號嘅伊芙啊，咁啊呢位球員咧都係大概係九零九一到出生嗰批嚟嘅，馬韻文個波冇旋轉啊，好難上網嘅，其他個老師唔得啦，咁啊呢下咧落手嘅時候咧個波已經咧係向落跌得好快啊，係打遲咗，夾硬咧將個手曲嚟打。變咗撞咗出界，十三比九，我嗰啲位置都硬係成日補到位嘅。咁當然咧，攻擊方面最突出就係十八號嘅迪拉格老師咧，係全隊嘅靈魂啦。咁啊，托球手啊冇變過啦，就十二號嘅呢個安真尼基。馬韻文嗱，佢嘅開波咧，我哋見到個波嘅旋轉性係唔高嘅。嗱，呢下有旋轉啦，食唔中個中間靚波。咁人哋打得好咧，多明尼加都要讚佢嘅。因為呢下咧跳咗上去喺空中啊，等個波嚟啊，有啲咧就係男子嗰個快攻嘅特色嘅，係跳喺空中咧等嚟到去打嘅，防守好難跟佢。迪拉格老師，呢下咧太 Q 啊，打唔中個波。趙燕妮，哇！呢個趙燕妮咧，嗱你望落去嘅身形係唔高嘅喎，但係佢個殺波差唔多而家係100%喎。冇失誤嘅喎，咁可能佢知道自己咧就係一個以穩健見稱，即係突擊嘅球員啊。十四比十，安真尼基一個後托攔到，開心啦！個波其實打落你聽個聲咧，真係打爆波咁滯嘅。但係你個波勁，個線路死啊嗱，波就係勁啦，但係對方兩個咧長城閘喺度，李娟咪搭住咧就係二號嘅薛明嘅。哇！一講薛明，成日都記起佢八號真係唔好慣佢著二號啊！成隊中國女排啲號碼轉曬。安真尼基一個後排進攻，好球嚟嘅喎，好嘢！咁啊，前邊冇辦法打個裂啊，咁啊，所以咧就
多米尼加要升俾后排做个进攻，诶，唔放啊！嗱，中国队咧就上一个排次攞四分，咁呢个排次已经连攞三分啦，16-10。恩拿嘅发球，卡斯特路上网靓，一个二位嘅进攻，好嘢！ 咁啊，杀波咧十足嘅马步啊，力量系好重啊！啊呢边咧就系李娟、华加斯、魏秋月，升个近身快波。咁啊，前边咧快攻二号嘅就系薛明，修正波俾翻李娟，靓波。 嗱呢下波咧固然係打得靚啦，但係我哋都要讚咧剛才啊修正嗰下波出嚟咧，嗰個質量唔曳嘅。呢個波唔係魏秋月升嘅，咁啊所以個波咧係較為穩陣，射線係高少少嘅。咁啊，咦？球證咧就應該係未吹哨子啊，咁啊所以咧就開波係重發啊，17-11。 9号嘅赵燕妮，咁如果咁睇，应该刚才嗰个过渡升波系由佢托出嚟嘅，食个波几实啊！四号位斜线张闲救到，中间嘅薛明调换转线出界，咁啊多米尼加咧就系12-17，哇！薛明咧我哋见到个。 手指弓嘅位置可能咧，亦都係有啲咁多嗰啲關節有事啊，成隻手指弓用白膠布咧係包到實晒嘅，令到佢冇任何嘅旋轉啊。咁當然啦，就作為一個中間籃網球員咧，其實最容易受傷咧就係一個手指弓啦，一個就係尾指啊，因為佢哋要懟隻手過去係難網嘅。嗱呢班咧，我哋見到後補球員中間有10號嘅黃一梅啦。 13-17，呢个发球咧太低啦吓，咪落咗网带嘅。咁啊，中国队咧而家咧就本来嘅先发阵容咧就楚金玲同埋黄一梅咧，金局咧就打翻系后补嘅。咁啊，用咗咧就系9号嘅赵燕妮同埋12号嘅恩娜咧就先发，一个延迟嘅攻击，球到，哇！呢个波跳咗上去。 虽然系打出界啊，其实唔错噶，个空中动作咧系好有质量噶，跳起之后轻轻移位，然之后用腰腹力量咧扯落去，但系扯唔中。14-18，11号嘅即奥斯拿，咪代替咗呢个正选球员噶啦，咁啊代替咗3号嘅伊芙啊，15-18。 咁啊，前面咧有呢個洛迪古斯，咁啊16號，咁啊仲有迪拉高魯斯喺度，個籃網高度夠嘅，一個小跳式平壓球，上網靚發球靚，跟住做一個咧後嘅近身快攻，咁啊殺波嘅咧就係5號嘅馬韻文啦。嗱，再睇咧馬韻文呢個咧類似一個背飛嚟嘅，唔係近身快攻添啊，因為嗰個幅度比較闊啊。 咁近身快攻同背飛即係喜歡打排球都知啦，其實係相差好遠嘅，一個係貼住嚟打，一個咧就離開大概咧有成係2公尺㗎。修正波，轉線，卡斯迪路下手升波，仲做個後排進攻，哇！呢下真係多米尼加藝高人膽大啦，已經係一個咧就 liberal 嘅修正波，仲要做個後排進攻喎，其實安全過網就應該合理嘅。 咁啊，但系17号嘅马步仲够胆咧扑入去打，国家队赢26-24。咁而家第二局，咁啊分数方面咧就多明尼加落后紧16-20嘅。咁啊，多明尼加而家换入一个发球球员啦，19号嘅宾尼安娜嘅，咁啊入替咧16号嘅快攻手洛迪古斯，咁啊估计咧都系出嚟开波啦，同埋后排嘅防守，呢啲叫特殊作用嘅球员啊，专攻咧就系后排嘅。 咁啊，同 liberal 有分別，佢就有個開波嘅權利嘅，一個後托，又好平啊！呢個波，嗱，因為打落去嘅時候平啦，擦一擦個網頂嘅位置，個波咧個速度咧就係有個大嘅改變。
所以國家隊的後排就注意力不夠了。17-20，後面有趙燕妮，還有個10秒的恩娜，現在打了先發陣容，都是用上手上網。哇，這個9號的趙燕妮真的挺厲害的，我們看到他人不高，但是他的打法跟以前的楊浩一樣，是叫做靈巧的打擊路線，靠個手腕功夫的。另外還有個12號恩娜都是這種類型的球員，人不高，但是靠一個靈巧的進攻方式。迪拉克老師，哇，個球攞得好尖好直啊，直情是超手那麼滯。再看看迪拉克老師直情在正呢，防守球員的手頂是很尖地打下去的。托球手安珍尼基，沒什麼威力的這個開波。哎呀，二段進攻魏秋月，但是這個球呢，其實魏秋月的後排插上的，所以他不可以跳，他就這樣用手將球撥過去，這個呢因為他不離地所以合法的。現在我們看到多明尼克共和國投訴，對方有後排插上，又將球擁過來，為什麼不吹罰他？主裁判可能覺得因為他的腳沒有離地，純粹伸直的手去撥個球過來，當他是意傳過來而已，裁判是對的。當然多明尼加這個投訴也是應該這樣想的，因為他們看就看不到你有沒有離地，只知道你升球後排插上過來。再看這次魏秋月一個小跳，然後做一個是平拉波的，給到二號的薛明。馬偉文他的開波排次挺有得分的威力的。迪拉克老師修正波給回九號的趙燕妮，哇，迪拉克老師咬石牙根將球扯下去。蔡斌教練見他就一樣啦，都是要企起身在場邊就教路，現在很少教練特登坐在這裡，多了在場邊走一走。為什麼呢？近一點叫那些聲球員聽到，坐在這裡有時候說話他們聽不到。靚波，一個自我掩護的聲波，修正殺波就是11號的積奧斯娜，代替了3號的伊芙。現在就1號的華加斯都挺高下的，中間20-23，李娟就鏡頭拍著他。迪拉克老師扣球式開波，開個波挺有威力的，一傳是破壞了，修正給趙燕妮。裁判就對的，因為就多明尼克共和國的托球手後排插上是不可以做攔網的。今天裁判其實我們從慢鏡去看回呢，是做得很好，完全沒有偏幫，那個禮執行得很清晰。發球直接得分，上海隊的青年隊，後來就是上海的代表隊。蔡斌教練90年入選男子的國家隊，直至到97年就在亞洲錦標賽拿了冠軍之後退役，擔任教練的職位。講翻就一間大家留意中國女排呢個新嘅成員就係趙燕妮啦，佢係嚟自遼寧嘅，咁遼寧一向出產一啲重主力嘅攻擊手啦，咁佢係21歲，咁身高係1.87米，大概係6尺1寸到6尺2寸嘅，打主攻嘅，咁佢就其實咧佢喺好早期咧已經被教練咧睇中嘅，就覺得佢嘅攻擊力咧好強嘅。趙燕妮呢，佢就其實雖然係遼寧人，但佢就俾四川女排睇中，咁所以有機會參加全國嘅聯賽嘅，直至到前年呢就初露頭角，第一次入選咗國家隊嘅青年隊。見到呢就係托球手魏秋月，第三局嘅開始呀，魏秋月呢邊快攻，以乜個咧就係交叉嘅2.5啊！咁啊，12號嘅咧就係恩娜啦。嗱，恩娜咧就係打呢個接應二傳位置嘅。咁啊，佢咧就我哋知道咧，
佢就係以楊浩嗰種嘅形式進攻，即係手感好為主㗎。剛才都介紹過啦。安真尼基二號位打個斜線，但係咧就落重手腕，就係十二號嘅恩拿。 咁其實恩拿咧，佢零五年曾經入選過陳中和嘅國家隊18個人嘅集訓名單嘅，即可想而知咧，當年陳中和都覺得佢潛質同埋嗰個方式係好好啊。嗱，俾翻咧應該就係趙燕妮嚟㗎，我哋見到四號位啊，好啦，咁啊見到卡斯迪路下手托俾迪拉格魯斯。 四號位有個趙燕妮，俾唔俾佢？俾佢，今日暫時未失過啊！殺波，犀利！安真尼基、迪拉格魯斯，啊好睇啊！嗱，兩邊嘅四號位睇下邊個百分率高啦。趙燕妮重手，咁而家係四川隊嘅主攻手嚟嘅。安全過網先，哎呦！呢個波咧，我哋見到後排救波嘅咧，就係11號魏秋月。咁啊變咗佢本身係托球手攞個一傳咧，有啲不知所措啊。其實安全上網仲好。 但佢逼住用個上手頂波咧，出嚟嘅質量唔好，咁啊害死咧就係恩拿。嗱，9號嘅趙燕妮喺4號位，1-3。咁啊，發球咧就應該落到長區嘅。咁啊，塞賓教練都好有風度啊！佢剛才咧用個手指一指個波，示意咧人哋多米尼加共和國呢個開波係好球嚟嘅，2-3。 今次嘅發球咧就失誤啦，咁啊出咗底線外邊，咪12號嘅恩拿呢邊咧就9號嘅趙燕妮，1米87，咪恩拿咧就1米81嘅馬韻文，哎呀，馬韻文咧佢個開波一向係好穩陣嘅，但係呢下竟然咧就係扯咗落網啊！嗱，塞賓教練咧其實喺97年執教上海女排咧4次獲。 全國聯賽冠軍嘅，2001年先至正式做國家青年隊嘅主教練，落手好快啊！咪2號嘅薛明，12號嘅恩拿，安真尼基今次嘅預段進攻。 麦质量咧相当高啦，1跳起之后咧，空中第一时间转身将个波揿落去嘅。嗱，最睇下呢个波啦，握晒噶，炸地升波。所以薛明咧完全咧系冇怀疑佢做个二段嘅进攻啊。四比五，俾到咧就系9号嘅赵燕妮。嗱，我哋发觉咧就9号嘅赵燕妮咧，同埋10号嘅恩拿咧，其实佢哋咧有时个作用咧就可以系打大锤，亦都可以打个接应二传嘅。两个可以咧捞乱用，但赵燕妮咧就以主攻为主嘅。好啦，赵燕妮，恩拿嚟捐，恩拿救到赵燕妮。 哎呀，呢个波安全过网先，魏秋月俾翻李娟一个快攻掩个长波，安真尼基俾到咧就系17号嘅马步。嗱，呢个波咧来回球两队都打得好精彩，即系两队嗰个攻防嘅阵式变动咧系好。 好好啊，走得冇话特别有大嘅错漏，人左人啊，或者系错咗位，5-6，一个后托近身嘅快攻俾到2号嘅薛明啦。咁中国女排咧，而家都好注重呢个双塔嘅中间进攻同埋拦网嘅阵式嘅。咁其实呢个阵式咧喺秦中和时代已经系培养咗出嚟嘅，就由薛明咧搭住马韵文为主嘅。 咁至於6號嘅徐雲麗咧，而家轉咗4號球衣啦，今日暫時未出過嚟啊。安真尼基俾翻咧就係馬布，哲明安全過網，卡斯迪魯，靚波，升得好好。咁啊一個邊1-2，咁啊只得兩個攻擊手嘅啫。嗱，我見到一個後托俾到咧就係華加斯嘅，跟住轉個直線避開。 就係李娟嘅拦网。
見到張閒，張閒嘅活力咧係較為好啦，6-7。哎呀，呢個波咧就其實前後係重疊咗，正常應該後邊個攞嘅，但李娟咧就唔係要個波咁飄，佢以為係落喺呢個三米線後邊度嘅啫，但係點知去到咁遠，7-7，安真尼基。 好球嚟嘅，嗱，兩個接發失誤咧，都出現喺李娟個位置啊，係希望新嘅中國隊咧係做到快速多變立體進攻。其實仲有個要求嘅，就係嗰啲主力球員咧能攻，仲要能守啊，即係唔好成為一去到後排就唔掂啊。8-7，咁啊技術暫停出嚟咧，好多時對於開波球員有啲不利嘅。咁啊，以往好多時都見呢個情況噶啦。 所以有經驗嘅咧，喺暫停出嚟之後，會稍為咧係以安全開波為主嘅。李娟卡士道路嘅上網，好嘢，打得好好。咁啊，17號嘅馬步個波壓到落去，籃網球員嘅手咧係然之後再抹落去嘅。打啲貼網波咧係需要呢一種技術啊。嗱，17號嘅馬步處理得好好啊。有啲球員好驚打貼網波㗎。 張閒救到，哎呀，下手想話升波，點知道咧就係塔 Q 啊撞咗出界，10-8。12號嘅係 Yin Na， 咁喺國家隊集訓嘅半途咧，就臨時咧係徵召佢入隊啊，出界。 9-10，馬韻文咧喺前排啦。11號嘅魏秋月，靚波，亦都救得好好啊！再嚟一個後托，亦都再一次救到。 馬韻文嘅修正俾到係趙燕妮。咁啊，始終因為咧就多明尼加咧係佔到嗰個先機啊，一直係壓住中國隊嚟到攻嘅，即係佢每打球就算打你唔死，但係你嘅上網質量咧係唔靚啊，變咗往往要安全過網咧繼續由多明尼加去進攻嘅。11-9，魏秋月。 咁啊，恩娜咧過嚟打個交叉嘅進攻嘅。嗱，我再睇，咁啊，恩娜嘅手感咧好好啊，因為如果你身形唔高咧，嗰個手上功夫變化唔大，就冇人發立足嘅。咁通常如果身形矮細嘅球員咧，喺個 進攻方面係好超卓咧，一定係有佢嗰個獨特嘅靈巧之處啊！即係以前我哋國家隊嘅楊浩啦、張容芳啦，都係呢啲球員嚟嘅。12-10，又有誤會啊！咁啊，李娟同張閒兩個咧就搶佢上網啊！安真尼基一個近托，哎呀！呢、這個波咧踢到波底，張閒下手修正，俾翻咧就係恩娜。 13-10，蔡斌教練咧就要諗諗黃一梅同楚金玲會唔會再用翻出嚟啦？中國隊叫佢咧係個勾手開波，係可以咧就媲美呢個賴亞文，因為一般都係正面嘅開波多嘅。好啦，咁啊13-10，自我掩護，可惜咧就係打到網啊！ 咁啊，薛明第一下跳假嘅，第二下跳先係真嘅。嗱，再睇第一下跳假嘅，第二下跳先係真，打完之後咧隻手收唔切啊，勾到個網底。14-10，即奧斯拿嘅發球，張閒上網，趙燕妮，靚波。 嗱，趙燕妮咧就去4號位打咧，有時恩娜咧都被逼掉咗去2號位。
11-14。恩娜嘅发球。其实大家看清楚那个位置，恩娜呢是跟这个李娟是打对角的。咁理论上应该恩娜呢就打呢个四号位嘅强攻嘅。咁但係呢往往呢当恩娜同埋九号嘅赵燕妮喺前面呢，就赵燕妮九号呢就去咗打主攻。恩娜呢本来係主攻嘅位置呢调咗去打呢个接应二传。15-11。过咗网先。上网唔靚。叉烧。咁呢次呢就稳阵啦。轉線，然之後好注重嗰個收手咧，唔好墊網啊！就係二號嘅薛明，12-15。呢個波網上嘅爭奪，呢啲波咧有權咧吹和球嘅嚇，因為雙方咧同時間撳住個波咧都幾長時間嘅。嗱，見到咧三號嘅大除手伊芙咧入翻嚟啦，多明尼加。唉，好可惜啊！呢個時間咧，中國隊係80年代五連冠咧，佢係袁偉文嘅助教嚟嘅。咁而郎平教練咧就係袁偉文嘅球隊裏邊嘅主力攻擊手，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佢一個咧嘅分別嘅地方。16號嘅洛迪古斯，縮矮仔，轉線，安真尼基，伊芙。哎呀，伊芙可能咧就坐得太耐啦，喺板凳咁啊，出嚟嘅人都未热身啊，一掟上去，咦？点解非被抽手抽唔起个人嘅咧？个人冻咗啊！13-16，咁啊，中国队落三分，薛明嗱开俾咧啱出嚟嘅伊芙嘅，追人嚟开噶，发球战术啱。咁啊，12號嘅恩娜咧負責守呢個大斜線嘅。咁我哋見佢接呢下波嘅時候咧，個身咧係向自己右手邊揞過去，因為佢想接殺波，兼且做個靚嘅上網啊。但係個角度稍微多咗，變咗撞咗出界。哎呀，想話打個安全波，咁啊，但係咧就我哋見到擊球嘅時間係唔夠力。咦，我哋見到後邊嘅陳亞瓊都坐咗喺嘉賓席嗰度喎。真係五連冠嗰啲主力球員出曬嚟喎嚇，個個咧真係文裝一道啊，坐喺個嘉賓席。其實有時咧係睇呢啲比賽，如果攝影師能夠捕捉翻喺呢個看台上邊一啲係重量級嘅嘉賓啦，即係俾一啲老球迷睇翻啊，佢哋而家嗰個外貌啊，嗰個形作情況咧都係好好嘅。當然就剛才我們看到的陳亞瓊現在已經在香港就是立足生根的了。13-18，中國隊落後緊就五分嘅。好，看看上網的位置，有7號的自由人張行，9號就是趙燕妮，開波的12號安真尼基。都是追住李娟嚟開啊！一個是發球的戰術做得好好嘅，安全過網，特登打高啲，等自己隊友有時間部署防守。好靚，呢個波升得好靚，是一個咧就係類似小平拉咁樣嘅快攻波嚟嘅。嗱，我哋見到安真尼基同埋呢個一號嘅華加斯合作咧，係特別純熟嘅，係好放膽升呢啲咁速嘅波。後排上網有李娟喺5號位。咁啊，恩娜咧就大概中間位置，張行喺右邊。恩娜嘅上網失誤啦。20-13。其實要應付12號安真尼基嗰個開波咧，唔容易嘅，因為佢嗰個小跳式開波咧，聽個波嘅力量唔係話砰砰聲，但個波係冇乜旋轉嘅，係時常咧係好快飛到埋嚟啊，好飄嘅。大家有冇有留意咧？就中國隊咧，嗱，而家換入嚟咧就楚金玲啊，佢本身係一個主攻嘅大除手，咁啊照正呢個情況，應該隊中有一啲特殊嘅球員咧去接發球嘅，但係暫時都國家隊未用得到喎，未見佢用呢招，
出嚟啱啱熱身都未夠啊，就打啦！嗱，到底係新嘅中國女排冇呢一類嘅接發球球員啦，定係蔡斌教練堅持咧就係要嗰啲正選嘅主攻手要繼續做嗰個上網咧，俾佢訓練咧？廿二十三，呢個上網唔錯，追埋去打個快攻。 咁啊，球證認為個波已經落地，咁啊，多明尼加嘅卡斯迪魯咧，斯迪救到嘅，係違例。咁啊，多明尼加咧就覺得唔係，係一個正常咧嘅救波。嗱，卡斯迪魯零零頭，佢話我冇啊，我其實救到個波噶，球證吹錯啫，即係佢嘅表情又咁話啦。楚金寧14-22。嗱，楚金寧咧就我哋睇得到咧喺入嚟嘅時間咧。 個人根本都未熱身啊！23-14，好啦，三號嘅衣服，一個斜角波，張涵、魏秋月、安振尼基，迪拉個老師。似乎咧，張涵咧，又或者係恩拿咧，守嗰個5號位啊，救對方個4位強攻斜線咧。 幾次個位係報到，但係都未能夠撞翻起個波嘅。24-14啊，鴛鴦4啦。多明尼加呢一局咧已經可以講係穩勝噶啦，因為直接得分添。立體進攻，趙燕妮打個後排嘅。咁啊，10秒嘅恩拿打個轉線嘅直線位。15-24。 魏秋月，哇！呢個波咧，亦都一個好高質量嘅發球啦。嗱，佢係加力去開呢個上手波嘅，咁啊，所以依乎咧，以為用下手攞，點知個波突然間嚟到個面前喎，改用上手。咁啊，多明尼加咧好醒目啦，即刻要叫一個暫停。咁啊，潛力有幾多咧？我哋要喺呢兩個賽事裏邊慢慢去睇。魏秋月。 跟住叉燒波，連續兩個靚嘅開波啊！咁啊，令到卡斯迪魯嘅上網咧都係一個失誤啊！嗱，我哋見到多明尼加咧，佢即刻指示啊，叫多啲球員去後排幫手上網，唔好剩翻3個啊，4個人分3個位，17-24，擦網，咁啊破壞咗咧嗰個節奏。咁啊，通常開波擦網咧係有啲運氣噶啦。 多明尼加要求換人，再換入就係19號，咁啊專係負責咧就係呢個後排上網救波嘅芬尼安娜嘅。嗱，而家咧已經係用盡計仔去接發球噶啦。嗱，4個人喺後邊一排分開，先上咗網先。迪拉高魯斯斜線張閒救到，再嚟掩護迪拉高魯斯近網，哎，墊網，迪拉高魯斯墊網。 呢個波咧，因為咧佢係網上嘅爭奪，個波係喺網頂啊，變咗佢要撳波，一撳咧發咗死力。咁啊，對方一向後仰咧，佢失咗重心就墊網啦。19-24，咁啊，多明尼加咧用埋佢第二個嘅球隊暫停啊。咦，定係播佢嘅 ？We will rock you。咁啊，因為佢嘅節奏好啊，好多時咧可以令到現場嘅球迷跟住佢咧就係打呢個 blue stick 啊，或者拍手掌。19-24。 已經追咗5分㗎啦，中國隊。好啦，4號位俾翻趙燕妮車先，咁啊出界。咁啊結果咧就多明尼加咧就係攞埋呢一分，25-19，咁啊追翻一局嘅。咁啊局數咧就而家咁啊中國隊係領先。安振尼基，哇！呢個波好精彩。 其實打嘅又靚，魏秋月亦都已經救得靚噶啦。可惜救咗一個叉燒波咧，俾對方咧就係食。嗱，兩隊咧打起上嚟咧，大家見到係好積極，精神咧好集中啊。好嘢，咁啊睇到咧就11號嘅即奧斯拿打呢個2號位嘅，咁啊伊法打一個咧就係主攻。 喺後排嘅飛上嚟打。
我哋見到就三號嘅伊凡咧，佢起跳嘅人嘅動作咧係比較大嘅，咁所以空中咧佢保持嗰個重心嘅穩定性咧就會輸蝕，想話追對方嘅五號角位離開嘅。咁開波嘅戰術有兩個啦，咁第一咧就係追人離開，第二咧就係追位嘅。即奧斯蘭開個平波。今日張閒咧嚟到第三局開始嘅上網咧就麻麻地啊，迪拉格老師打到落張閒嘅位置，但係就救唔到。作為一個 libero 自由防守球員咧，照計嗰啲波咧去到自己嘅身邊咧，即係咁近嘅位置咧，應該一定要救起佢嘅。3-3。嗱，呢個上網靚啦。上個位置咧就好，球速亦都係啱啊！不過變咗托球手咧，可以有好多嘅選擇嘅。咁啊，足之咧選擇咧就俾一個近身快攻嘅呢一個嘅薛明。咁啊，薛明咧對住十六號嘅中間籃網球員洛迪古斯咧，可以講綽綽有餘啦。以黃一梅呢局出嚟打翻正選啦，領先緊4-3嘅。安靜離機，俾翻伊凡，咁啊打落去黃一梅嘅位置嘅。黃一梅以往咧，佢喺後排，即係話喺北京奧運之前咧，佢一直係打四號位強攻啦。後排咧，佢就守五六號角位嘅。咁但係由於佢轉咗，而家係打接應二傳啦，所以後排佢嘅防守位置咧要調去一號位打嘅，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改變。因為喺排球比賽，打五號位嘅防守同一號嘅防守咧係完全唔同，係相反方向嘅。咁而家應付嗰力量方面咧，嚟嗰個角度咧，都係好大唔同啦。周正俾翻就係伊芙籃網成功。咁啊，前邊咧有五號嘅馬允文，18號嘅迪拉克老師，12號嘅安珍尼基，薛明，好嘢。我哋見到呢個波咧，以為佢開個斜角位，點知薛明咧係直接開落對方個六號位嘅底線位置啊，7-4。薛明佢個開波又係改變咗喎，佢個線路係冇咁高啊，係比較平嘅而家。俾翻係伊芙，連續兩個成功嘅攔網，就魏秋月係搭住咧五號嘅呢個馬允文嘅，咁啊去到咧就8-4啊。咦，風格啦，其中一種咧就係以快攻為主，就帶動個長波嘅。連續四分嚇，中國隊領先到8-4。薛明發球，佢高波呢次逼住咧就依附去咗後排上嘅，好嘢喎！呢下波自己上手上完咧，跟住上嚟打埋添。高度就好夠嘅啦，1.89米，打呢個四個位嘅強攻，身體嘅重量咧亦都夠。反而十六嘅洛迪古斯咧就較為輕磅啲啦。哎呦，呢個波咧就有誤會啊！安全過網，安陣離機，伊芙想話轉斜線，因為佢要避開咧就馬允文嗰個中間攔網啊。落網啦，避得太多啦。9-5，李娟嘅發球。6-9，麥當明尼加咧就落後緊3分嘅。因為打到第四局啦，咁所以兩隊球隊咧對於對方嗰個打法咧開始都熟悉啦，同埋球員嘅特性咧開始都係觸摸到啦，即係知道呢個球員係咁樣出手嘅力量係有幾重喎咁。蔡斌教練。7-9，但安珍尼居嗰個助跑路線咧係有少少一個彎形上去嘅，哇！呢個波落得好快啊，救得靚，安全過網唔過網啊，唉，好大意好大意，照計安全過網咧，要將個波咧係兜後少少啊，冇理由個角度咧咁細嘅，應該個動作要大啲先得嘅，10-7，魏秋月。
一个发球失误出了界，多明而家得分8-10。这边有一号的华加斯，三号的伊芙，俾翻咧10号的黄一梅。网上的争夺，哎，捞网捞得不错。哦，呢下波咧已经是第三下嚟噶啦，但系卡斯迪路咧埋到系唔够位啊，所以冇办法将佢打过中国队嘅长区，11-8。咁啊，头先黄一梅咧四号位嗰个强攻咧，其实咧就系以稳健为主嘅。嗱，而家四号位咧就有黄一梅嘅，打翻佢最擅长嘅位置，中间嘅快攻薛明。Yin Na 二号位，黄一梅四号位强攻，教练用脚踢啊！教练一垫波已经系违例啦吓，12-8。嗱，而家就用翻黄一梅咧，系打呢个四号位嘅强攻，睇下嗰个效果系点样。其实喺新嘅中国队咧，黄一梅咧就被打造成一个新的接应二传的位置，即是以前周苏红的位置，速度是要很快的，而且個上网的质量要很高，还有在后排的补位要很醒目的，因为接应二传的位置要求是特别高，因为各方面的技术都要有，所以为什么呢，就以往中国队最难找的位置就是周苏红的接应二传，周苏红都挨了很多年了，他都算是好东西，因为在那个位置体力付出也是相当大。马韵文12-8，几次呢就开这个位置都是失误的，魏秋月开这个位置也是失了，刚刚马韵文也是失了，9-12。好了，看到薛明华加斯的发球，魏秋月咪升个近身的快波，咁啊对方咧食咗个波饼添嘅，咁啊薛明个落手的点咧好高噶，嗱个波一升升打，明显的节奏咧系比以往快啲嘅，以前咧升完之后仲要等一阵先打嘅，但系而家唔系一升就已经落手啦。恩娜12号，咁啊恩娜身高咧就即系1.81米嘅，刚才都介绍过啊，唔算高，但手感好。迪拉克老师出界了，转直线出界，因为要避开薛明的中间拦网，14-9。咁啊，揸住5分的优势，恩娜的发球，哎呀，好危险啊！呢个波，魏秋月，黄一梅打完咧，跟住自己做翻一个咧就网上的拦网添。迪拉克老师，黄一梅修正波，李娟靓波。嗱，我哋见到咧，其实黄一梅咧喺出嚟仍然系打翻个接应二传嘅位置嘅，咁所以佢可以同李娟咧同一排位。咁啊，12号恩娜咧就同李娟打对角。咁呢个系蔡斌教练一个几特别嘅安排啊。安振尼基，迪拉克老师。李娟、魏秋月、黄一梅二号位转直线，卡斯道救得靓，好球，啱啱去到个死角位。咁啊，呢啲上手波，咁完全咧打稳阵嘅长波，10-15。嗱，李娟咧俾人嘅感觉咧，当佢喺四号位嘅时候咧，佢嗰个接发球咧系容易出錯嘅，咁啊黃一梅咧就調換打，嗱黃一梅一上嘅時候咧，可能自己嗰個助跑嘅步伐咧係絕一絕腳啊，所以影響咗佢個節奏，11-15。即奧斯娜，咁啊現場觀眾咧都叫中國隊咧就加油，咁啊中國隊得分16-11。咁啊，场上第二魏秋月升个长波俾李娟，嗱个波咧系较为矮嘅，系啱嘅，
射線唔係好高嘅，咁啊，主裁判話呢個係好球嚟嘅。咁啊，雖然多名尼加好開心，話個波係出界，但係冇影響到裁判嗰個判決。換人，咁啊，17號嘅咧正選嘅馬布入替托球手安真尼基，後備托球手7號嘅馬迪就入替11號嘅即奧斯拿，一個錯對嘅換人。 咁啊，可以令到咧前邊繼續有3個攻擊手喺度。咁啊，當然啦，就籃網嘅高度亦都係夠啲。黃一梅嗱，開穩陣波啊！7號嘅馬迪、薛明、李娟，仲可以升起嘅馬迪，有機會啊！一個邊一二，俾到後排就係黃一梅。 做到一個二一嘅立體進攻啦，亦都係戰術嘅要求啦。但係咧，唔係咁容易打得到，因為後排進攻咧，通常喺6號位咧，就如果一般打慣4號位強攻嘅球員咧，中意喺6號位打嘅。1號位咧就比較容易難啲就個身啊，追埋去打後排進攻。 安全角網先，睇下點樣做啦。靚博，咁啊呢個波咧係一個二位嘅進攻啊，炸低咧係直入去打，咁啊薛明就留喺原位，咁啊見到咧16號嘅洛迪古斯突然間移位咧向咗自己嘅左手邊走過去，嗱，所以見到薛明咧同佢嘅位置係爭咗2個身位，迪拉格魯斯嘅發球13-18，出界啦。 咦？咁啊，呢個波咧係好球喎，主裁判就 overrule 喎，施善話出界，但主裁判話呢個波係好球，嗱，證明咧就冇偏幫啦，14-18，係超越，好波，呢個波咧係我哋叫做一個盲眼點啊，嗱，成個動作咯，以為佢打直線，就算佢打斜線都唔知道係咁斜嘅。 嗱，佢係完全冇望到個波嘅，個人係望右，個波咧就打咗嘅。薛明，好的。唉，上網已經曳嘅啦，但係7號嘅馬迪咧，嗰個反應咧更加係慢啊。中國隊得分20-14，咁啊領先咧就6分嘅。咦，咁啊應該咧就係再換出一個係防守球員啊。 19號嘅賓尼安娜入替咧就係迪拉格魯斯，係做上網守後排，咁啊用咗3個換人嘅人次嘅。之後嘅馬迪俾到咧就係衣服，咁啊馬迪都好小心啊，托球之前咧就先將兩個手咧喺嗰個褲邊度抹一抹先，驚個手咧有手汗啊，抹乾佢，然之後咧就先托呢個波。 咁啊，動作咧好細微嘅啫，15-20，比分咧就係李娟嘅，華加斯修正，咁啊17號嘅咧就係馬布，21-15啊，咁啊暫時嚟講咧，中國隊咧喺網上嘅攔網咧係比對方嘅多米尼加好嘅，呢個優勢好明顯。 尤其係薛明、馬韻文啦，個高度咧係夠，加上托球手魏秋月嘅高度咧亦都係足夠。魏秋月後托嘅後排進攻俾到黃一梅唔敢發力啦，因為上一球打失咗。衣服出界，係對方嘅失誤咧而得分嘅。咁啊，雖然咧今日黃一梅咧後排進攻啦嘅時間或者前排咧冇話直接咧就得分啦。 但係佢打落個波咧，那個力量係好重嘅。咁啊，對方多米尼加嘅防守球員亦都你會感覺得到。即係話，你雖然打我唔死，但係都令到咧就多米尼加咧佢個防守上網嘅質量咧係唔夠。嗱，而家咁睇落去咧，就多米尼加咧比舊年係進步咗啦。咁而呢隊新嘅中國女排咧，個活力咧亦都係好充足。
因為而家咧係一個初磨合嘅階段，咁啊要應付咧就未來嗰三四年嘅三大賽事，世錦賽啦、世界盃啦，仲有係三年之後嘅倫敦奧運。 22-0，李娟一個發球嘅直接得分啦，令到咧卡斯迪路咧就失誤。咁啊，今日咧已經睇曬四隊波嘅表現啦。咁啊，土耳其啦，咁啊，古巴啦，仲有多明尼加同埋咧就係中國隊嘅。暫時咧都見到都係中國隊同古巴咧實力咧係稍微高啲。 土耳其同埋多明尼加共和國咧就會係應該係切啲咁多。好啦，咁啊回復翻咧嗰個陣式啦，錯對換人啦，嗱已經用咗五個換人人次噶啦。咁啊11號嘅呢個即奧斯蘭咧就入替翻，主力托球手安珍尼基後排咧亦都入翻嚟噶啦。咁啊保持翻前面有三個攻擊手，安珍尼基嘅發球。 一出嚟咧，開波失誤啊！好啦，夠贏啦！咁啊，中國隊已經領先到20-16啊！咁啊，攞多分就可以咧取得佢哋第一場國際賽事嘅勝利啊！好啦，咁啊，換人咧做難忘啊！咁啊，中國隊換入咧就係15號嘅呢個尹明啊，本身係快攻手嚟嘅，咁啊入替咧就馬允文，已經係最後一分噶啦。 好啦，安珍尼基俾咗華加斯、張涵，咁啊佢俾翻咧就後排嘅進攻啊，3-1嘅立體進攻啊，因為尹明啱入嚟啊，所以魏秋月唔敢俾佢啊，呢個俾佢咯，啊打到足手足界，不過尹明出嚟咧就即刻攞到呢個勝利嘅一分啊，15號啊，啊開心啦佢，今晚翻去啊肯定瞓唔着啦，有機會上陣，雖然話打一分，但係咧嗰個 winning point 就由佢打出嚟嘅。